条件都会随之换掉。乌军则可以趁势南下，夺回北顿涅茨克和绿旗长斯克。北部的斯拉夫部已经没有继续坚守必要。苏联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想要研发生产先进，但是现在呢，没有什么比获得更远。相关社交媒体照片证实，印度的印度人的外星可能。那么为什么印度呢？至于老早就与俄罗斯签合同，打算购买苏三五战机的伊朗，最终是否能拿到，现在很难说了。下面咱们看一下啊，最近几周的俄乌战况。在7月3号到7月5号的3天时间，乌军海马斯火箭炮连续袭击了巴赫穆特东部瓦格纳集团的驻地赫尔松州度假村、俄军独立地市客栈驻地、以及顿涅茨克州马卡耶夫卡俄军动物园领土驻地。占俄军的损失，按照乌军公布的战绩，3天时间俄军就阵亡了2100多人。要知道，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和塔利班打了20年都没有阵亡这么多人。其中呢，最让人吃惊的是，俄军指挥官居然把数百名士兵都堆积在一个大的死亡地。此时呢，俄军给